还在纠结勾手发球，怎么发才能让球转起来吗？赶紧来看这个视频，看完你就会勾手发球。还想了解更多乒乓球技术的，晚上八点来我直播间哦。这个勾手你就能够勾到这个地方啊，你如果说是这样子去发勾手，你是发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发不到那个位置啊，你顶多发到这个位置啊，发不到下面那个位置。你看我是这样子去握，是不是勾手？你看是不是勾手啊，真正发过去的话，哎，加力它就拐了，勾手啊，你先发这个感觉出去，是吧？勾手出去，勾手它就勾出来了，好吧？哎，这个是勾手，因为你这样子握的话，天然握到的那个位置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它就会勾出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长了，就勾出来了。